大家好，我是壮壮。最近呢，应该大家如火如荼的，应该现在也正在观赛当中吧？对，我前几天刚好刚拍完了综艺玩很大，玩很大一结束之后，马上就到台中洲际棒球场，为我们的台湾 Team 台湾加油的。那我觉得，其实在这一次中华队的表现真的非常的可圈可点，让大家看到台湾的体育真的是有更加进步，更大家更有期待。昨天呢也是跟很多乐天的人一起去，我们整个就是上面一台像是今年的经典团长，那我们下面一台也是他们最经典的应援团，为他们一起加油，然后就跟着所有洲际棒球场所有的球迷朋友坐在一起加油。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每天都在哭，我看他们的现实动态，他们从第一站哭到昨天那站，每站都哭，眼泪都像珍珠一样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们真的非常感动，像是从意大利来，就是我们是一个逆转胜，然后又到了荷兰，那个我们已经十年了，重新又对上荷兰，然后可以拿下这么好看的一场胜利，真的是在现场会很热血沸腾。我目前是觉得很想跟我们的乐天女孩的队长喊话一下，兰兰，那个表情控管的部分，对，表情控管，我看很多网友那个，还有球迷朋友的现实动态，那个哭到那个整个鼻子跟脸都皱在一起，但还是很可爱，还是很可爱，很可爱，对。因为其实你在现场的时候，我觉得那个震撼，然后还有音乐的效果啊，还有整个球迷的氛围，是真的是一个很感动哎。每挥出一球的时候，你在当下呐喊，就说全垒打，然后真的轰出去的时候，就觉得是因为我喊，所以他全垒打，就会觉得自己有尽一份心力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也可以让就是在台湾的艺人，在国际上让更多人注意到、看到，甚至发现到，台湾的艺人文化这么的完善、这么的好。我还记得当初在，因为我是2017世界级的经典棒球赛的时候，当时出战韩国的，对，然后担任当时的台湾艺人，那个时候现场的啦啦队跟艺人团只有我一个人。然后现在看到2023年，今天在洲际棒球场，整个体制啊、规制啊，还有一个啦啦队应援团的表现，就觉得哇，好感动哦！真的就是一路走来，一步一步的，大家越来越重视台湾体育文化、应援文化等等，然后也让这一个国家看到，就是让我们这些很感动的东西。其实我觉得是会，因为我觉得应援声来讲，它是一个力量。那它在当下，我相信就是在台湾的球员当中，他们已经很习惯了，因为他们在台湾打球的时候，每一场我们都是这样敲锣打鼓练习。可是比起对其他的国家队来说，他们可能就没有那么习惯，就会觉得哇，现场的这些音乐也太大声了。所以我觉得相对性来讲，其实我们会比较有一些主场的优势，让他们有一些不习惯，也造成了一些干扰，让我们可以多拿下一些来球。其实还是会微微的觉得啊、哦，好可惜，这次没有参与到，因为刚好时间上的安排跟经典赛的安排，有一些从记者会啊、热身赛到正规赛事的时间，刚好有一些已经本来就安排好的工作已经重复到了，但是呢，就是让自己尽量安排在工作空档之余，还是尽力到现场跟大家一起加油。像我昨天那一场赛事是，我刚录完那个玩很大，我就到家，我就打电话说我东西放了，我现在要下去咯。然后我们的女孩们就说：“壮壮，来你来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我本来很开心，我想说好，我可以休息一天，再重新储满体力再下去应援。”我说：“我礼拜天这个记者会结束之后，我就再下去应援。”然后说：“好啊，那明天中午见。”然后我想说，中午刚好又跟我这次撞在一起，所以呢，我就觉得啊，那不行了。昨天晚上一定要立马冲脱。对，我昨天晚上，而且真的不夸张，因为呢，我为了把最后一局看到最后，已经没有高铁可以坐，就想说
怎么办？那我还是要看完吧，我一定要享受一下，就是在台湾哎、胜利的氛围。我没有把第九局九下看，我就觉得好难过，所以我就决定，好，那我看完做客服。结果不夸张，我到朝马转运站之后，所有的客运全满，没有一张票可以回来，所以真的是。真的是，我觉得这个台湾真的是棒球是台湾国球，真的是所有的那个呼吁红红的爸爸妈妈阿姨叔叔们通通都去动起来，包车回来，包车回来，对，没错，这样花多少钱？四个人是我们一个人800块，也是遇到好人了，也是遇到那个司机很支持台湾棒球，算便宜一点就说哇，那这样子。我们四个人一起坐，我们算便宜一点。反正大家一路上聊棒球，聊回台北这样子。到台北2点多，对，因为赛事结束差不多就已经快11点，然后10点，然后慢慢的因为人比较多，我们出到棒球场比赛练习，然后再坐车到朝马。我想说11点半还可以吧，一定买了到车票，我1点2点都可以。他说。为什么最后一班3点的也没有票了？我说哇塞，真的好多人来看我的。那动物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计划？今年的话呢，除了就是在经典赛，希望我们中华队可以挺进东京之外，那在啦啦队上面呢，就是篮球跟棒球赛季也是开幕的，篮球都来到了季后赛的时间，然后棒球即将开赛。那今年的个人的作品的话，应该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舞台曲，或者是拍摄的真人会推给大家，然后在广告或戏剧上会有一些新的作品让大家更看见。那我觉得更不一样，可以让大家更期待的话，就是今年呢，我会带着所有的队伍一起到国外棒球场，也是首支啦啦队站到国际的棒球场舞台上，然后跟国际的球迷们见面。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让大家所有的台湾球迷很值得期待的一件事情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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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辛苦了。